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欢迎来到一元的厨房 Cooking Simulator 厨房模拟器。我们来开始新的游戏了。哎，大家都说一元啊，你吃到这么大块，你不会煮东西吗？骗笑啊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我当然是会煮东西啊，所以今天为了展现我的厨艺给大家看呢，哎，煮一两样菜给大家看呢，这个是肯定要的嘛。烹饪学校先开始学怎么煮嘛，学会采购、切菜、菜品要嘛样品菜肴、厨房之旅、展示设备，没有直接煮菜的吗？哎呀，当我白痴啊！我就会是会煮菜了吗？我应该开始职业生涯是不是？哎呀，要上学了咩？我们天才是不用上学的。OK。我们一个小时就要开始，这位，你的字幕出太快了吧？看个屁呀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厨房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什么鬼？什么都不懂。哦，这边有个小锅，然后我应该拿小锅来煮吧。这个未免也太小了吧？啊？先放这先 ，OK。砧板在那边，然后这个什么屁哎？扔掉，扔掉是怎样？OK， 设置哦，怎样设置？哦，可以自己调时间。OK， 没有用到。然后这边微波炉，这个什么鬼？咖啡机啊？什么？自动切割容器气泵什么鬼？然后这个 microwave 的吧？我还有很多厨哦，空寥寥的啊！最重要的冰箱，我们去看一下冰箱呢。冰箱不在这边，跳过准备阶段哦。这个倒数时间，然后这个什么鬼？栅栏。哦，这个是烤了。哎，没有油啊，没有油烤个屁啊！会不会着火？我试一下开，会不会等一下真的着火？不要理他。哎，那个什么鬼？相机。拍照按 P。哦，然后按E是拍摄啊。什么屁哦！连自己的照相机都拍买进去，什么鬼？我没有看过有个照相机呢，它是可以连自己都拍进去的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我拍这个照相机啊，给你们看啊。你看，为什么可以连自己都拍进去？哇，老诶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然后打电话，然后怎样接电话 ？Hello。Hello, darling, 我有一个特殊服务。电脑。餐厅信息。解锁食材食谱。哦，我可以看食谱。番茄浓汤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哇，还要解锁这样多东西啊。OK。然后这个什么收音机啊。哇，有版权哦，不要哦。不要害我中版权哦。灭火器在这边。然后哦，食材全部在这边。这么少番茄。土豆。诶。这个不是土豆吗？柠檬 ，OK， 这个才是土豆。这个什么洋葱？为什么洋葱跟土豆这边要分开呀、啊？这个什么打扫的？哎呀，先打扫先啦、啊！你们没有做工，你们不知道的。我们在 opening 之前呢，都是要打扫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就讲你们啦、啊，没有做过工的人不知道的啦。我们很辛苦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哎呀，每次早上都要打扫，你看。你看我多么勤劳的打扫，打扫的多么干净啊！哎呀，老板一定要给我这个本周最佳员工，不是本周啦，一辈子都是最佳员工啊！丢掉它，啊，就放在那边呢。没有顾客来了啦，没有人看了啦。哎呀，菜籽油、葵花籽油啊，什么菜籽油？你看太多王刚了。什么千干百里香？这个千你会不会看字啊？到底哈，千跟干，这个什么鬼？那个什么，我们开始营业了。菜单随时会来黑胡椒哦，有新菜单了，什么鬼啊？这个三文鱼 ，OK， 取出三文鱼，然后调味盐、黑胡椒 ，OK， 冰箱这个吧。哇，这么空的？哎，我的快乐肥仔水没有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哎呀，三文鱼，准鱼还是三文鱼啊？看了一次，三文鱼120克，我鬼知道120克是多少啊？这边就写了嘛。哦，这个就是120克，然后要拿什么鬼啊？盐跟黑胡椒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，冰厨要关了，吃电了。妈妈讲不可以这样子开着的，会吃电呢。妈妈的话要听啊，孩子们。然后调味哦，
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放多少克啊？哎，青菜啦，重口味的，有可能那个顾客丢多点没关系的。我好像放多了5克而已啦，我放多了，随便啦。哎呀，做菜呢就是要随意一点嘛，要随机应变啊。5克 ，OK， 可以了，多一克没关系的啦。然后放去锅，煎锅，菜籽油，三文鱼，这个菜籽油准备一下先，快点，顾客催了，你们会不会的？他讲你会不会煮菜的？开到这样大间店不会煮菜，然后锅呢？哪上面那个还是下面那个？烤盘，应该是下面那个吧。下面那个要怎样拿？很难拿哎，我不讲蹲了，随便拿哈，可以啊。然后放这边 ，OK。哎，那个到开火的，开到现在会爆炸了没有？关火，等一下真的爆炸。OK， 先放油啊，煮菜教你们怎样煮啊，先放油先，知道没有 ？OK， 怎样倒？倾斜瓶子 ，OK。哎，油要放多少啊？我忘记看了，等一下。10ml， 我放了多少油？我现在放多了哎，4毫升是多少？毫升好像是 ml 是不是？还随便的放多了，不需要腌第二面吗？我做菜这么随意的，然后开火，哦，那你们看到没有？60秒，水煮土豆啊，土豆要另外做，300克、80克，这样，哎，这个柠檬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土豆。150克，这边要多少克啊？要拿2粒啊，土豆要拿2粒。哎，那边超过时间了咯，翻面。喂，怎样翻？等我的铲呢？铲，拿，快点，long了，哎呀 ，OK， 怎样翻面？旋转，哦 ，OK。哎，我也晓啦！哎呀，当我没有煮过菜咩？真的是，你们当我白痴啊！在哪堆一类土豆？水要放1000ml 啊 ，OK， 多了咯。哎，灌水，妈妈讲要省水的呢，我的那个东西要弄掉。放，开火 ，OK， 哎，要弄了咯，关火 ，OK， 可以啊。这么那个锅这样子了，哎呦，真的是。土豆要切嘛，应该不用切了，我看它这边是整粒的嘞，你们看多一颗没关系的啦。哎呀，顾客吃不出了，哇，很难操控哦，这个东西丢 What the f-， 你不能，我吐血啊，用手还更快啊，丢，煮快点啦，乱，哎，什么事情？我又没有丢掉它，为什么会跌在地上了呢？可以拿出来吧，烫手啊！他讲要用铲，这个游戏啊是很符合逻辑的，你们知道没有？旋转，咚，丢啊！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个要融掉了，拿那个铲给它捞出来。哦，这样子捞的，哎，我的土豆。OK 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专业啊，还有一个可以啦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啊 ，OK， 丢掉哈，快点，他吹了，快点，拿，走，哎呦，剩下1分钟吧，快点，叮，上菜，快点，叮，多少粒星？哇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哇！呼啊！哇，顾客付费，小费，还有小费，客人很高兴。哎，你看我这种天赋异禀呀，做菜难不倒我的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把广告看完。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嘞？嘿嘿嘿。